喂，我有两个那个进度可以跟大家报告。一个，这个不是我做的，这个是顺林帮忙翻译的。就是大家在报名这一次大众的时候，应该有点过很多同意，对不对？就是 COC 一条一条点同意。但大家有没有也应该有发现，就是只有中文，所以呢，对于就是不会看中文的人不是很友善。所以顺林呢就自己跳坑的把这个 COC 内容翻成了英文。然后他今天就是因为有事要早走，所以就托孤给我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他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翻译的时候遇到的问题。这次游戏里面有讲到口头冒犯评论这件事情，目前翻成 verbal offensive comments 啊。那想知道大家觉得这样子翻译是不是太弱了呢？然后另外一面有讲到的这个故意恐吓、追踪、跟踪、追随、骚扰摄影与录影人员，这个意思是。对于录影人员的骚扰吗？还是对人员的录影和骚扰呢？OK，如果就是有歧义的话，中文要先改。那这个可能，比如说，也许像是大中或像是基础中来可以处理，或纠中应该可以做相对应的处理。追随的意思就是追随，好像很奇怪，在华语语境里面不一定会讲追随。好，这个是顺林想要我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活动报名 COC 的英文翻译的进度。然后再来就是。今天这是我的进度，就是我今天把 Junior Visa 2024年的那个英文 proposal 的，就是 opening 写完了，然后大概就是，因为这份文件主要目的是要跟我们潜在的赞助者解释什么是 Junior Visa 2024，所以呢，简单写成这样子。那这份文件因为是公开的，大家都可以进来看，然后大家可以给意见，要么就是可以直接修改，或是直接给评论都没有问题。那接下来我就是还有其他 Junior Visa 2024赞助组的这个大家贡献者们会继续努力帮大家找钱。好，谢谢大家。